年适逢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对日抗战是我国有史以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作战地区最广、牺牲最惨烈的血战。为汲取全国军民齐心抵御外侮史实，国防部结合汉光三十一号演习举办国防战力展示活动，借此表彰国军先烈前辈的忠贞志节，以及我国在二战期间与同盟国并肩作战、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日本人对我们是非常强毒、非常野蛮，所以当年我们年轻人啊，看到这些人啊，养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我十八岁有点从军，我们要自强，国家也得要强，不强就被人欺负。我们当时被欺负的很可怜，所以我们国家强起来，不也不人家欺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候号召的，支持青年从军。我就三十三年初冬那个时候从军的，以后在江西训练。我们也打过那个靠湘西那边的阵雨，我们那个时候打了两天两夜了，差不多辛苦是辛苦，以后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回来以后啊，大概两个月几个月以后啊，抗战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嘛。此次国防战力展示活动区分空中分列式、地面阅兵与分列式以及战技操演等三个阶段，将国军部队壮盛军容及建军备战成果具体展现在国人面前。活动首先由一区身着黑衣劲装、身手敏捷的国军特勤队员，以太极八掌、散打搏击、军用格斗及综合格斗等战技操演，展现官兵们利落身手及犀利拳脚功夫，赢得满堂喝彩。接着由陆军专科学校勇士战鼓队担纲序幕演出，学生们以国内首建205面战鼓的创纪录编组，排列成胜利七十字样，以绝佳的默契敲出雄壮威武的气势。在陆军专科学校学生为活动揭开序幕后，总统马英九先生在二十一响礼炮声中，以三军统帅的身份莅临会场，亲自主持国防战力展示典礼。神鹰傲笑，铁翼飞鸿，由国军航空部队所组成的旋翼机、慢速机及快速机等三个机队，由左向右低空慢速通过阅兵台上方，向马总统及观礼嘉宾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展现国军在精实训练下所累积的团队默契与坚强战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展演，然后让国人及这些老前辈对我们这些新兴兵力的加入，对国军更有信心。在整齐划一的空中分列式后，紧接着马总统搭乘大阅班车校阅地面部队。阅兵式后，接下来准备进场的是抗战纪念梯队，分别由抗战旗帜车队、抗战先进车队，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为阅兵台上及随后进场的抗战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敬意。首先，在第二车的分别是和和先进、张廷辉先进。及抗战装备序列依序通过阅兵台前，让现场嘉宾了解抗战时期的时代背景与意义。忠贞铁骑，梅河之节。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宪兵警卫排，
现在看到警卫排成员骑乘25部1300cc 重型机车，以时速5公里的稳定速度通过阅兵台，向各位贵宾致上崇高敬意，也展现出他们勤训精练的成果。机炮撼领空，同准破敌甲。现在进场的是海军陆战队20机炮悍马车，同准反装甲火箭。具体技巧及重量新等特性是反装甲武器中的新锐。破阵一刀枪，灭敌靠脱飞。现在进场的是陆军反装甲武器刀枪飞弹及脱式飞弹发射车，在历次各项演习验证中均有高度的命中率，是装甲部队主要克星。现在通过阅兵台的就是忠义彪悍、勇猛顽强、有素的陆军特战部队。今天展示在全国面前的分别是突击、三地、城镇、梯级、反恐、高空渗透、特种地形、特战搜爆及高寒地救援等9种类型编组。高山让我低头，海水为我让路，现在通往的是海军。因为96年有类似的经验，那之前96年由于是听命令嘛，做动作，那当你要升为艇长，这时候就是一个领导职。由于领导职，你是要带领的艇兵，那我们动作一样会做要求，动作一致，精神一致，力量一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荣耀陆战队光荣的使命。攻心破敌阵，团结战至阳，精湛部队在各项任务中表现亮眼。浮桥渡阻绝，救灾不遗力。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陆军工兵部队 M3 福门桥车，今年在台北复兴空难中主动投入救灾，协助机体残骸吊挂，充分展现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瑞祥佑我将，先要斩长风。现在通过阅，在这个练的过程中也是蛮辛苦的，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慢慢累积慢慢练才有这个效果。我们大家是一个 team， 然后所有的努力大家都是一起的，就是同甘共苦，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雷霆惊天地，火箭笑长空，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雷霆2000多管火箭车，是我国军参考各国现代化设计，由中科院自行研发的多管火箭系统，精准接战，护我空防。现在通过的是陆军复仇者防空飞弹车，可向任务中均能精准接战，风眼挡天机，复仇制空敌。现在通过的风眼降位雷达是由中科院最新研发的 3D 增收雷达，是我野战防空不可或缺的尖端系统。决胜千里，歼敌天外。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我国人自行研制车载舰衣防空飞弹系统，历次演习中均能精确命中目标，远距撼天际，拦截卫领空。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爱国者2型、3型防空飞弹系统，是我防空作战的最新锐战力，决战境外，克敌制胜。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天宫1型防空飞弹系统，紧接在后的是天宫3型防空飞弹系统，可搭配部署天宫1、2型飞弹，共同担负台海防空的第一线作战任务。铁拳制海，忠义雄兵。在这3个多月的练习中，我们不断的训练车辆行进要整齐一致，挥旗动作要统一，表情仪态要端正的严格训练，都让我学习到许多不同的宝贵经验，就是为了要在把最新时的一面展现在国人面前。
灵活耳目，智海先锋。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海军机动雷达车，是我海军制海作战的先进雷达系统。虎啸撼三月，云豹建奇功。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云豹八轮装甲战斗车，是陆军新一代通用型战斗载具，机动迅如雷，打击猛如火。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 M60A3 战车，具备临近间射击、夜间及核生化状况下的作战能力。猛虎出闸，所向披靡。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 CM11 勇虎式战车，具有高机动性及越野能力，是地面部队的坚强战力。机动攻势，火力歼敌。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 N169A5 15公里自走炮车，当心火炮具有高机动性，是我炮兵部队重要火力支援装备。纵横扫荡，金锤震天。现在要通过阅兵台的是 N116A2 8寸自走炮。本型火炮是我国军炮兵部队最早使用，也是目前口径最大的履带型自走炮。水上侧飞马，滩头见奇功。最后通过阅兵台的是素有登陆先锋威名的海军陆战队 AAV 拐两栖突击车，可另外搭载21名全副武装士兵，迅速投射到战场，遂行滩头作战。地面分裂事后，紧接着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实施空地快速突击作战演练，想定以敌特工部队企图破坏我军事重要设施，航特部奉令编组联合特遣队，采小群多路、以岸集民、游击巡歼方式对敌发起突击，过程紧凑逼真。这次的活动，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主要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今天不敢说表现是100%的圆满，但是我想我们所有参与的官兵啊，都非常的尽力，也期盼我们国人以及世人呢，该给这些参与的官兵支持鼓励。活动最后由马总统亲颁抗战先进代表抗战胜利纪念章，表彰他们为中华民国无私的奉献与付出。并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刚才调阅了参演部队以及各式的武器装备，看到官兵的高昂士气、重振军容与精良的战绩，展现了国军奋力整建的成果，相信全国的同胞都跟英九一样感到振奋。今天的商演非常的成功，英九要向这几个月来在烈日下认真操练的官兵们说一声辛苦了，我们以各位为荣。这个历史真相只有一个，80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抗战胜利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全国居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不容任何人篡改跟扭曲。我们今天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防止战争，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选择清略，追求和平。我们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总结历史教训，从中体悟到战争无情，和平无价的真谛。纪念抗战是为了谴责侵略、促进和平、预防战争。
国军官兵不仅要体会抗战胜利所带来的传承与启示，缅怀当年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的艰辛与壮烈，进而凝聚精神战力与爱国意识，塑建国军成为一支团结巩固精练的坚实劲旅，确保中华民国长治久安。摧毁目标，请掌声鼓励。